我再去逛本门店了。嘿嘿嘿，又来了。好，来我来，外公，拍菜。阿仔哟，菜包。哦，很老啊，今仔日我很老啊。一二三，来，恁家边啊，恁家边啊。哪里叫你阿吵啊？你唔捌过。哎，有款物件愈炒愈好食啦！今仔个提冰起来讲，啊好，我提冰啊！等下，你干咪甲我等掉？爸，你想要食啥物？阮兜拢有。但不过，遐物件绝对袂当放伫个冰箱内底啦！我甲阮厝拢臭尿毛的，真是。小平，你有安怎无？啊！哇！来！啊，原来这土贼啦！我唔该，虽然话咧无差，我都挂好了。啊！爸，你根本是挑高一天价，你个来创电话吧？无啦。不是安尼，无啦，我是啥物专家要甲你创治？我是专门摕只鱼仔要互你食的呢。你小平啊，我爱你来病院哦，挂号啊，替我做安排做个身体检查，安尼会甲你伤麻烦袂？爸，袂啦，我有替你特别安排个人的病房，安尼你想要做检查，较舒适嘛，较方便啦。而且，我有特别安排一个人来替你照顾。好。郭小姐，你找我。星星啊，这是我的大哥，我有替伊安排健康检查，到时阵你得负责给伊照顾。不，小蛋小蛋，啊，这星星我了把你这伊个护理师呢，伊啊这当时是变作看哦，啊，你要叫专程来照顾我，伊拢免上班哦。啊，爸，星星是病院的员工，你是病院的人客。员工照顾人客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唔对，你是我的新妇，啊，照顾我是你的责任呢。你为哪要傻傻叫员工？哎呦，啊，他病人啊，看到我到时讲，看到是先生你给他照顾，啊，唔是你咧给他照顾，人家讲这新妇足不好的，你知无？啊，我是感觉，啊，是讲你拢唔捌照顾时大，无经验，惊家己含慢。哎呦，我讲这真快，来，我跟你讲。嘿，我人工喏讲啥，啊，你著对伊做啥就好。哎，做过来吼，你著自然会晓啊。这是做新妇上基本的道理，你知无？爸，我开始较袂晓照顾是大人啊，所以我才会请专业的护理师甲你照顾，安尼毋是更加好啊？人讲有效的新妇三顿休啦，啊，叫你甲照顾一个啊，啊，你著无多，你个护理师讲哦，你对我人个有效，啊，我想了啊，小兵啊。这病医，这比我较需要照顾人，还是规大堆呢。啊，你护理师你照顾病人，已经真辛苦啊，你阁无法度共感激，你阁要你阁当作使用人，你叫人甲我专工来甲我奉待哦。你安尼是要活见笑死是无？好，那咧我请伊离开，安尼总会用吧？星星，你身体无用啊？哎呦，你是我他妈甲你教拢教袂晓，你共请来，专工一大罐个请来。啊！你怎要请伊走？你马共下一下失礼一下。失礼啊！陪你走一撮，不要紧啦。爸，检查拢安排好势啊，哪会当过去啊？哎，不，那才紧啊！哦，你无共叫排队共跳好是无？爸。小平是体贴的，今日等伤久啊，才特别替你安排的。不是嘛？你体贴，你这大面大心，无照排队共跳好，这有多体贴？你这张脸笑啊面子，你知无？哎呀，小平啊，你先话，这病是你的无唔对，啊你用特权，啊侬去照排队，我都唔落镜头。我阿你讲啦，我上讨厌了这款人啦，你。爸，小平是好意的，啊，别安尼讲伊啊。哎。我这个媳妇做唔对的代志，我讲伊两句，嘛是应该啊。爸，
冷啊，搁你搁咧吃猪肠啊，啊，你对我有意见咯？嗯，是啦，爸，是小平啊，对这烧酒的气味较袂惯习啦。啊，拜拜拜谢拜谢，我早袂记咧千金千金小姐吼，早起家拢是一日落水。啊，我这四川人咧食物食物件，你看拢无就对啦吼。无啦，爸，你敢知影？真好料，是我特别交代小平去阿车替你买的呢。伊是甲人排队排真久才买着啊。是哪里都较早讲的。哎，我他妈骂小平的话，骂假的，跟他。就阿伯一个哈，我唔知你安尼有心。唔免客气啦。你甲排队排阿久啊，我咧到底来吃。我拣一间上大间的车口来吃，好啦。爸，哎，这细脚啊，较无好爬啊，那是早起啊，你吃起哩啦啦，无好看啦。啊，歹势，我煞袂记讲陈林小姐食物件，迄灶卡拢也料理较好，很棒手。我甲你服务。你把这刀来，你吃。你过来啊！喂，你今天你无带无钱，从我避免你是你想哪？你到底啥问题啊？你啊！你竟然要你夹过物件给我吃，你哪会这样无卫生啦？